宋慧乔主演的《黑暗荣耀》预告又再度更新，乔妹令人毛骨悚然的演技真的是看到让人发疯哎。오늘부터모든날이흉흉할거야자극적이고끔찍할거야막을수도없앨수도없을거야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진심으로감사합니다부족한저희들을늘사랑으로베풀어주시는주님의은혜에다시한번감사합니다이거문동원한테어떻게했지계획됐다는얘긴데너이거우연아니구나끝에서부터가운데로침묵속에서맹렬하게맘에들어요너한테한짓다회개하고구원받았어죽으면꼭천국가사는동안은지옥일테니까일부러적거는겁니까나한테같은편먹고싶어요죽여줘요어디서거지같이살줄알았더니제법이다 다실수하면서크는거잖아그냥그때죽었어야지우리같이천천히말라죽어보자신이널도우면형벌신이날도우면천벌할게요망나니그분노의목에나도바닥좀기어봐서알거든요나에게빌어야해미쳤네추락할너를위해타락할나를위해剧集都还没有开播，关于宋慧乔宛如吸血鬼般的冻龄美貌又再度被拿出来讨论。有网友说，看完预告片发现乔妹已经福气老态，眼角藏不住岁月的痕迹，不过却也遭粉丝反击，比起去整形更喜欢她现在自然的样子。不过说句公道话，40岁光长这样就非常不合理了啦。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